下来的火舞演出。
常的厉害，而且呢，刚刚瞬间就让我们的舞台温暖了起来。对，哇塞，好温暖哦！大家看到他们的演出，应该也觉得蛮温暖的哦。真的，好厉害哦！而且他们最后一起喷火那一段，真的是太帅了。对，充满了力与美。我怎么觉得在你现在眼神看起来充满很多那个泡泡？啊，很多泡泡啊！等一下要去换 LINE 了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是在看身材的。我就知道，你说啊，觉得好热很温暖的，不是因为有火啦，是因为他们的身材很好，很好看呐、啊。看得出来，要有脸红的感觉哦，是不是、非常的精彩。等一下，我们再交换一下那个。好，这个现在进来进行的是我们的综合演出的一个部分哈，综合演出组，对，他们算是我们。